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，在《山河令》当中饰演周子舒这个角色。十年了，我记得每张死在我手下的脸。子舒恳请王爷赐下最后一根钉。我现在接受了百度明星请回答的挑战，来聊聊你们对周旭都有什么样的问题，你们敢问，我敢答。用三个词语形容一下自己饰演的周子舒。嘴硬心软，肤白貌美，腰细腿长。用一句歌词形容下阿旭和老温的关系。我的好兄弟，心里有苦你对我说。在你辉煌的时刻，让我为你唱首歌。我的好兄弟，心里有苦你对我说。你认为阿旭有哪些闪光点？他的美貌就是最最闪耀的，长得又美，武功又高，见识还广，江湖中庸才如过江之鲫。你这么出挑的人才，我怎么从没听过周旭这个名字？作为剧中的美妆博主，会给自己的化妆技术打几分？不是美妆博主，是丑妆博主，只适合化丑妆。杀！请提前为网友支招，说出三条防虐的方法。我觉得看剧就是要享受啊，就是跟着一起哭一起笑才有乐趣嘛。虐也是看戏的一部分，看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这也是人生嘛，也是追剧啊。百度网友编号 XXX 说，阿旭超美，你想说？挺美的。张哲瀚演技超好，你想说？还行，还可以继续努力。请用阿旭的语气说出一定要看《山河令》的理由。阿旭不会强迫你们去看《山河令》，但你们看了《山河令》